据说这是一个可以当吸管的蔬菜。哎，确实是，你看它好多眼儿，我还没吃过呢，尝一下，先尝一下它的味道。好像有点苦，但是它进嘴里怎么变成紫色了？哇，它还在变色的，外边是粉的，这是我吐出来的。试一下啊，试一下看吸管。当吸管确实挺好用的，但是吃应该是炒着吃的吧，不是这样吃的。不好吃，等我去给它炒一下吧。